许思思再怎么大大咧咧，也还是个女孩子。而且呢，金瑞阳是她觊觎了好久的瑞阳哥哥。就这么被他看光，许思思淡定不起来了，磕磕巴巴，差点没哭出来。瑞阳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呀？你可不可以给我再看一下？金瑞阳此时脑子是放空的，虽然是盯着许思思看，也听到了他说的话，但不会思考，只会下意识回答。所以这句话纯粹是无意识说出声的。等他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的时候，许思思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仿佛被雷劈中的表情。瑞阳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他不可置信地问。加上这双单纯的眼神，金瑞阳差点没有一耳光甩到自己嘴巴上。太可耻了呀。我是说，你能不能给我再看一下你上次说送我的礼物？上次许思思被狗咬，是靳瑞阳帮了他。许思思说要给他送个礼物感谢他。啊，你说的是这个呀？许思思恍然大悟，懊恼自己居然想歪了，也没去探究为什么靳瑞阳明明没看过礼物，却用再这个字。那个，我还没准备好。许思思松了口气地说道。这一松气，被子也忘记拉了，又一次滑了下去。金瑞阳眼睁睁地看着被子又一次滑下，十分不舍地转过身去。我先出去等你。许思思后知后觉地啊了一声。等金瑞阳把门带上，许思思差点没疯掉。天哪，他居然被瑞阳哥哥看光了。刷的一下把被子拉起来，许思思低头快速地看了自己一眼。他的身材应该还过得去吧。哎呀，打住打住。许思思猛拍脑袋，可耻地捂着脸。他是不是关注点错了呀？金瑞阳在外面等着，等了一会儿，许思思才把门打开。瑞阳哥哥。小鹌鹑许思思来到金瑞阳旁边，脸红红地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之前许思思正好在房间里换衣服，刚把衣服脱下来，金瑞阳就把门推开了。心急火燎的藏着一肚子计划的金瑞阳忘了要敲门，于是许思思就这么被他看光了。金瑞阳现在闭上眼睛，脑海里还是一闪而过又挥之不去的画面，当然他也没想挥出去。我其实他也没有准确的目的来找他，就是想找他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金瑞阳听到楼下传来靳玉和许念念说话的声音，他推了推眼镜，立马找到了借口。哦，你堂姐呢？给你带来好吃的，让我过来叫你下去。念念姐。许思思一听到许念念给她带了好吃的，脸上立马扬起了灿烂的笑。正好楼下的许念念又在说话，许思思高兴得像个小麻雀一样扑腾着往楼下跑，已经把靳瑞阳抛在了脑后。靳瑞阳只感觉到眼前一道风吹过，许思思的人已经跑远了，吓得赶紧追上去。念念姐，你给我带了好吃的，在哪儿呢？许思思刚跑下楼就欢快地问道。许念念做的美食，只要吃过之后就很少有人不惦记的。许念念愣了一瞬，正好看见后面跟过来的靳瑞阳在跟他打手势。与此同时，金玉环在他腰上的手也轻轻地捏了一下。许念念立刻会意，哦，在后院，不过估计已经被爷爷奶奶吃完了，下次我再给你做。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流绒包，许念念倒是把小丫头给忘记了。这样啊？许思思无奈地摇头，奶肯定不会给我留。虽然不能吃到许念念做的美食，但许思思还是很高兴，笑嘻嘻地跑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摸着许念念鼓起的肚皮，惊讶地说道，哇，念念姐，你肚子大了好多啊。
徐思思感觉自己也就半个月没见许念念，感觉她的肚子整整大了一圈。许念念摸着肚子，疑惑地啊了一声，变化很大吗？她只知道自家娃长得有点大，但是因为每天都看着肚子，视觉上也感觉不到太大的差异。没事儿，健康。想了想，许念念笑着说。许思思过来了，靳玉自然不可能一直在这里跟他腻着，跟靳瑞阳一边说话去了。许念念见两人走远，拉着许思思到另外一边，寻思着问他一句，思思，你觉得瑞阳怎么样？